迎收看张优宇杨幂不露胸开始晒屁股了，黑色内裤都露出来了。林志玲穿露背装美成仙，杨幂尴尬全程提拉黑色内裤。林志玲的身材非常的妩媚动人，模特出身的林志玲后来打入娱乐圈，凭借自己雅嗲的声音还有完美身材以及高情商行为，让人称之为女神。这两姐姐每次出席活动都非常喜欢穿性感的衣服，非常显露身材，尤其这种露背装，雪莲姐姐穿上露背装真的是像个仙女一样，正面看也是端庄大方。现在的杨幂是时尚达人，不过杨幂早年是不是非常会穿衣服的人？杨幂当年身穿露背装出席活动，由于露出的腿太长，杨幂身穿的黑色内裤露了出来。杨幂全程也是不太舒服，可能也不经常穿这种礼服，一直用手拉后面，要说尴尬也属露出底裤最尴尬了。怎么回事呢？穿成这样大胆露美背，却不慎露出了黑色内裤，这样子频繁拉礼服也很难看吧。活动现场杨幂与陈坤贴身热聊，杨幂和冯绍峰邻座，但全程无交流，气氛也显得不太对劲。冯绍峰也显得非常尴尬，却也只能强颜欢笑，过这身装扮似乎在众多逗艳的女星中显得并不突出。但向来是话题高手的杨幂把春光留在了后背，背部大开展示性感曲线，一转身就能秒杀所有人，一身亮片小礼服看上去得体之余又不乏优雅高贵的气质。不过好在现在的杨幂会穿衣服啦，穿什么都好时尚的。杨幂最近穿着开始逐渐找到方向，无论如何穿搭都是极其好看的，相对于她的搭配也有更多人认可以及肯定了。杨幂不露胸开始晒屁股了，黑色内裤都露出来了。林志玲穿露背装美成仙，杨幂尴尬全程提拉黑色内裤。林志玲的身材非常的妩媚动人，模特出身的林志玲后来打入娱乐圈，凭借自己雅嗲的声音还有完美身材以及高情商行为，让人称之为女神。这两姐姐每次出席活动都非常喜欢穿性感的衣服，非常显露身材，尤其这种露背装，雪莲姐姐穿上露背装真的是像个仙女一样，正面看也是端庄大方。现在的杨幂是时尚达人，不过杨幂早年是不是非常会穿衣服的人？杨幂当年身穿露背装出席活动，由于露出的背太长，杨幂身穿的黑色内裤露了出来。杨幂全程也是不太舒服，可能也不经常穿这种礼服，一直用手拉后面，要说尴尬也属露出底裤最尴尬了。怎么回事呢？穿成这样大胆露美背，却不慎露出了黑色内裤，这样子频繁拉礼服也很难看吧。活动现场杨幂与陈坤贴身热聊，杨幂和冯绍峰邻座，但全程无交流，气氛也显得不太对劲。冯绍峰也显得非常尴尬，却也只能强颜欢笑，过这身装扮似乎在众多逗艳的女星中显得并不突出。但向来是话题高手的杨幂把春光留在了后背，背部大开展示性感曲线，一转身就能秒杀所有人，一身亮片小礼服看上去得体之余又不乏优雅高贵的气质。不过好在现在的杨幂会穿衣服啦，穿什么都好时尚的。杨幂最近穿着开始逐渐找到方向，无论如何穿搭都是极其好看的，相对于她的搭配也有更多人认可以及肯定，都露出来了。林志玲穿露背装美成仙，杨幂尴尬全程提拉黑色内裤。林志玲的身材非常的妩媚动人，模特出身的林志玲后来打入娱乐圈，凭借自己雅嗲的声音还有完美身材以及高情商行为，让人称之为女神。这两姐姐每次出席活动都非常喜欢穿性感的衣服，非常显露身材，尤其这种露背装，雪莲姐姐穿上露背装真的是像个仙女一样，正面看也是端庄大方。现在的杨幂是时尚达人，不过杨幂早年是不是非常会穿衣服的人？杨幂当年身穿露背装出席活动，由于露出的腿太长，杨幂身穿的黑色内裤露了出来。杨幂全程也是不太舒服，可能也不经常穿这种礼服，一直用手拉后面，要说尴尬也属露出底裤最尴尬了。怎么回事呢？穿成这样大胆露美背，却不慎露出了黑色内裤，这样子
频繁拉礼服也很难看吧。活动现场，杨幂与陈坤贴身热聊，杨幂和冯绍峰邻座，但全程无交流，气氛也显得不太对劲。冯绍峰也显得非常尴尬，却也只能强颜欢笑。过这身装扮似乎在众多逗艳的女星中显得并不突出，但向来是话题高手的杨幂把春光留在了后背，背部大开展示性感曲线，一转身就能秒杀所有人。一身亮片小礼服看上去得体之余，又不乏优雅高贵的气质。不过好在现在的杨幂会穿衣服啦，穿什么都好时尚的。杨幂最近穿着开始逐渐找到方向，无论如何穿搭都是极其好看的，相对于她的搭配也有更多人认可以及肯定了。杨幂不露胸开始晒屁股了，黑色内裤都露出来了。林志玲穿露背装美成仙，杨幂尴尬全程提拉黑色内裤。林志玲的身材非常的妩媚动人，模特出身的林志玲后来打入娱乐圈，凭借自己雅嗲的声音还有完美身材以及高情商行为，让人称之为女神。这两姐姐每次出席活动都非常喜欢穿性感的衣服，非常显露身材，尤其